还行，他们不给机会就算了。对啊，没机会就算了。说明在下半区吗？反正他刷蓝 buff 了再说，刷蓝 buff 了可以稍微往前站一站。还行，他这样他 E 没中的话很亏蓝的啊。好像还好，他们一直上头了，那我处理的也好。首先他们一直上头了，然后我处理的还可以，不然这波他这个 W 交的有点没道理啊，把自己交死了，这 W 属于是。哎，先出下光的，我知道他的想法。带 TP 先出下光，然后打一波，如果打赢了就可以很快的回去出女神泪。还有一种就是他这把舍弃耀光，然后舍弃女神类的初衷。哎，没事，我会出手啊！我真出手好吧？先相信啊！马上出手，稍微轻一点调调。好狂啊！来给他狂，看他，我看他后面还能不能狂。嗯，这把 Ezreal 哎呦，狂得很，打不到我就要 E。哎，没分散，不好意思。行，捐的。被偷袭的。还能拿龙吗？哦，如果能拿龙的话，那是相当可以了。我不去了，感觉跟我没关系，我推线吧。
无论生死，我可前以后见。啊！我最在行的事就是踢。哦，交闪了。但是我大招怎么空？怎么大了之后他没死呢？我的300块呢？我还在想，哦，那想应该他交闪现的，不然不可能不死啊！真讹了一下，我妈有点震惊。还算好了，唯一又中了，这么中，唯一中了蛮多次啊。哎呦，还特意扭了一下，还是的。啊，这一堆小高手。小高手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也是小高手。还辅助符文带错了情况下，带冰川的话好打很多哎。带冰川勇者打 EZ， 冰川征服啊，打 EZ 瑞尔舒服好多好多的。有点小难受，这是他还没三项，没三项还没打。有谁有计划吗？没有，也没问题。哎，他这样回去就是三项了，三项了就不好打了，三项了 EZ 打折翼那就不一样了，然后赚一波镀层吧。别着急，
可以演啊，搞这些。哎呦，开开心心，巨爽！对啊，那这样打完，我舒服的要死啊！这些人越打越气急败坏，我倒是一直没变。现在都优势了，后面就好打，更好打了。这样子啊，哎，算了，牛头有闪现，哎，他这样子，给他这样子，牛头有闪，说一下，尊重一下，好吧，稍微尊重一下。那新鲜的空气很好。我不惯着你的，你旁边没人，你一无脸，我真不惯着你。哦，然后你旁边有人，你一无脸，我可以惯你一下。坏了，吸血鬼射了一圈。我能做到的，我们都能做到的。烂掉了。Shut down。Pick a flag。啊，点了。这是我的事。我都送了个1000了，怎么就点了？吸血鬼拿1000不应该能玩吗？